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不知道大家在最近有没有发现，我的战力在这几天成长的可以说是非常缓慢，原因就在于我大概从过年开始就变得非常的懒惰，每天都是解任务，然后跑赤兔参加八点的活动就下线了，没有把拿到的材料转化成实质的战力，那么累积下来大概也有10天到15天了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就想说，把这些拿到的材料，包括降魂、战魂、体力，还有装备、素材等等，一次全部吃光，看我的战力会增加多少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可以看到我目前的战力是21938，那差不多是2.2亿，我们就以2.2亿先记下来。那么第一步呢，就是先花光包子。我的包子吗？说多其实好像没有很多，因为我从蛮久开始就没有再每天氪30元买包子了。那换新的呢，也是氪到最后一个，就是150的不会买，所以看一下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包子。哦，是210个，那真的没有到很多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这210个全部用掉吧。好的，我已经顺利把2只武将从16用到加17了。最后呢，我还想把太史从17变到加18，但因为我的这个骨少了一些啊，少了170几个，那包子已经全部花完了，有点可惜，只能过几天后再升了。竟然已经把角色突破完毕了，接着就是装备啦，看一下装备目前的材料有多少。我的这个冰玉已经来到了3000多万，真的是存了超级多。那看一下刻印石好了。刻印石有43颗，真的是超级多的啦。那强化的话也都还可以把它强化到110级。那一样我就先加速我这些强化的片段。全部强化完啦，那我把太史慈，就是我的主力角色，全部升到最顶了。但其实这样没有到很好，但因为我是玩灭队的，我想说全部升到最顶，我看起来比较舒适，就是感觉问题啦。那如果我把它分散一点的话，就是平均再更平均一点，加的战力会更多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的主力就是太史慈以及董白而已。那董白的话，就是武器跟帽子都已经全部升到加28了。我原先以为可以整套都加28，所以我就从上面升下来，但没想到还真的不够，就是专升这些装备比较强的装备，它花的材料真的是太多了。那基本上我升完这两套就没有什么可以其他的素材，铸铃也是，铸铃我把这把武器灌满，然后呢就没有了。然后这个衣服呢，我也是升到了一半，完全把这些刻印石，刚好像很多，结果呢升完一套就发现完全不够用啊。那其他的装备就都是跟原先一样，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紧接着来到战魂的部分，战魂我也集了非常多的素材，这些强化的经验上去不知道会有多少，再加上呢我的这个战魂觉醒石其实也存了不少，看一下有7颗，那7颗的话大概可以把三个升到觉醒，那一样我就把这些强化的部分用加速带过。也是把所有的战魂都吃掉啦，那目前可以看到画面上就只差一颗啦，就一颗就可以把整套的武将全部都是 UR 的战魂，可能晚点刷刷天尊或者是明天就可以集满了。那至于呢，我的战魂并没有到说很好，我没有很认真的在搞，有些是属于极品的战魂，就是3条，然后很多都是加到这个趴的伤害增加或是伤害减免，这种才叫做真的极品的战魂。但由于我很懒惰，我想说等到更之后吧，慢慢搞就行了。目前有是有几颗不错的，但有几颗就属于比较烂，没有到很好。来到了角色配置的最后一部分，换武。我觉得幻武在三幻当中优化也没有做得很好，就是每次三合啊打什么的都是要切来切去，所以我换完就很习惯的没有把他们给换回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再把所有的幻武一次全部装备到位，看一下战力到底会有多少的变化。我把幻武全部换回来啦，大家可以发现画面上我的幻武全部都是橙色的，在这中我很顺利的把貂蝉的幻武抽出来，大概还剩下20次保底的时候吧，就成功提前出货了，已经完成6只角色18把幻武全部都是橙色的成就了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到家园，家园的材料我也是多的可怕，全部都是破百，
连金色的，诶，金色没有，金色最多是到62而已。那紫色的跟蓝色的，蓝色都快破500了，这些全部吃掉，看一下能到多少级。我目前的好感度是147，那我希望是可以到155啦，但我感觉是153或者是154就饱和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一样来全部吃光吧。来看到最终结果是156等。原先我把这些好感度的加成全部吃光，是154。那很多角色我都升到了8的好感度，给了非常多的2张温泉券，那加起来大概有30-40张，也全部用赤兔跑完。那在全部加起来之后，整合来到了156，算是很不错，拿到了2次的整数加成。来到了最后一部分，就是降魂。那降魂呢，我现在还是以推图为主，都是点抗，我不是很想把它洗成灭啦。我等之后有出一键洗降魂录，我再洗成灭好了。我就先把这些降魂精王全部换掉，然后全部点开，看一下会增加多少战力。终于把所有材料都花完了，应该是大概都花完。那现在的战力来到了2.63，原先是接近2.2嘛，大概成长了4000万左右。这些材料让我增加了4000万的战力。再来看一下战力排行榜，现在来到了118名。我原先还在2.2的时候是200出左右，那离接近100名呢，看一下还差多少？100名是2.73，差了1000万。有点小落差，我原先是希望说全部花光可以进前100，不过没关系，差1000万也没有差很多，之后再努力就好。那么今天的战力大解放影片就说到这边啦，影片的最后我再放上一下许久不见的切后实战画面给大家看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真っ直ぐな心で望まないと岩を貫くなんてできねえぜ。